这件事你得给我一个回应啊，对吗？嗯，他那个三弟，我六号去的，到今天为止我没接到任何电话，我没找他，他说他那手机有毛病了，完了当时也给我留了他的手机号了，全给我了，但是呢，我没找他，我觉得您。是啊，我觉得你说他那天他跟我说完了，他这么说，我觉得您听这话啊，反正作为我来说是，反正软硬兼施了。我觉得你别找他们，找他们也没用，然后他们还得找我们，我还得解决。然后我说将来以后呢，说咱俩还能成为朋友，说您就别告了，您再告他等于就告我了，您这么说的。是不是啊？Thank you.